哎，你这娘们儿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呗，你磨叽啥呢？啊？我想问你个问题。啊，问问吧。那我可真问了啊。哎，问吧。如果有人给你100万，让你离开我，你会怎么选择？100万。我去，这么多！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有人，哎呀，我就知道你要选择那100万，我就知道你要抛弃我。哎呀，我啥都没说呢，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你这个我怎么都犹豫了？犹豫难道还不是说了吗？我怎么会因为100万而抛弃你呢？想多了。我这个人不喜欢听好听的，我就喜欢听实话。你别笑。你这样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如果说实话。我奖励你200块钱，真的啊？啊，行，你问吧，我肯定说实话。你保证啊？啊，保证。如果让你带一个人出去旅游，你会带谁呀、啊、？A， 我 ，B， 我闺蜜会有人。那我说实话了啊。嗯。我选 A。其实你选 B 也是情有可原嘛，因为谁叫慧慧长得比我好看，谁让她是个美女，对吧？你们男人出去玩都喜欢带个漂亮的。不是，主要是吧，我之前问过她，她不愿意跟我出去玩，所以说我只能选你了。你什么时候问过她？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啊？没这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这什么时候的事儿？